但你都问你啊，真正要伫个高雄啊，这真正小康参选，第一影响的当然是民进党伫迄个所在所提名的郭文成，所以民进党今仔在表示讲，因会继续含这陈志忠来协调，啊，不过这国民党这边是真欢迎陈志忠哦。对着陈志忠正式宣布未伫个明年立委选举的高雄市坚定小港选区来确实，民进党提前这来冲击到民进党在即个选区提名立委参选人郭文成的选情。假如他决定参选的话，那我们会尽力的来做沟通跟协调的这个动作。不过，我想我们还是期待说，在整个选举，不管是立委、总统的选举里面啊，这个陈志忠所做的决定啊，应该也要考虑到说整个绿营的一个团结。未少国民党立委是拢认为，这对着这个选区国民党提名的林国进来讲是一个好消息。陈志忠出来参选叫愚不可及嘛，因为郭文成落选，他也不会当选啊。而最重要是我说过，郭文成长期是支持扁家的、啊，长期捍卫扁家的、啊，结果你扁家为了利益就把郭文成牺牲掉，你不觉得这样无情无义吗？郭文成透早是无对外公开行程，手机也嘛交由伊的助理来接电话。伊的助理表示，郭文成即马伫咧思考后续的对策，暂时未对外说明伊的看法。记者张志勇、张志佳台北报道。